会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，温爪的来对吗？先生，你这样已经构成性骚扰了。靠腰，我哪有在性骚扰你啊？你没事说什么？你要射在里面，这不是性骚扰吗？我是说，温爪的来对。下次说清楚一点啦。对啦，温泉在里面啦，但是有客人，你要先等一下。那你可以帮我吹一下吗？先生，我们没有提供这个服务，变态。我是说吹耶，吹住的吹。说我会抽烟，等我一下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再稍等一下，我们有客人要来，要吹一下，所以麻烦你稍等一下。月经来，你这荒郊野外的要怎么找黄鼠狼啊？那个啊，要卫生棉，用黄鼠狼干嘛？黄鼠狼给几百年啊！我这次确定你在开黄腔了，我要报警抓你。好了，我报警。抓我！抓我！抓我！你是很变态耶！我只要跟女生聊天，我就忍不住想开黄腔。我不信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看风那么大，台风来了，快回家！你看风那么大，我潮吹了。我真的觉得我运气很差哎。那是因为你有胸罩。那如果我没有胸罩呢？那你就会引来你人生的两个大波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辞职了。那你来当我的助理。为什么？我希望找一个能干的助理。不讲了，我胃有点痛。别急着走，我可以帮你自慰。我开始可怜你了。谢谢。但我还是要告你性骚扰。你跟最近那些新闻艺人性骚扰有什么两样吗？No, no.